叫张小斐，我叫贾玲，我今年29岁了，我今年保密。再过一年，我就要跌入大龄剩女这道鸿沟了。我在沟里都待习惯了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我记得我原来有药的呀，我的药呢？是不是在这里呀？即使留了长发也找不到男朋友，心塞呀。姐啊，听说你今天去相亲了，哎，怎么样，成功了没有？算成功一半吧。成功哪一半啊？我去了，他没来。这算不算成功一半？起码成功了50%啊。姐，你就不要自欺欺人了好不好？啊，我再往前迈一步就可以结婚了。即使去相亲也找不到男朋友，心塞呀。姐啊，你以后就别跟男孩一起吃饭了。难道你还没有发现吗？你就是因为胖所以才没有男朋友，你得减肥。我不减。为什么呀？如果减了肥还找不到男朋友，我就连借口都没有了。现在起码可以拿胖这个理由来挡一挡。好可怜呐。你才可怜呢，你连个借口都没有。即使是身材标准也找不着男朋友，心塞呀。姐，你最崇拜的人是谁呀？哎呀，这个算起来我爸，我妈，我舅，我舅妈，我姑，我姑父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都已经结婚了。姐，那你是不是也很崇拜你哥、你嫂子、你妹，还有你这个妹夫啊？全家人现在就我一个单身汉，我好崇拜现场的已婚人士啊！我崇拜你们。心塞呀。贾玲，贾玲，你给我签个名行吗？我特别喜欢你，我是你的粉丝。再给你画个心。你为什么要画心啊？就是随便画个心嘛。你画心干什么呀？不是，就是签名旁边点个点儿一样，就习惯了。这不是个好习惯。哎呀，那我再给你签一个。哎呀，不用了。你们谁呀？拿出来！我以后再也不给我的粉丝画心了。我问你，小斐，不管他怎么样，哎，姐是不是还是有一点魅力的？当然了，对不对？姐是不是很有魅力？那还用说吗？来，你说说姐的魅力是什么？好，姐让你说说姐的魅力是什么？好，你说一说姐是什么魅力啊？我知道了，你快说呀！我知道了，你快说呀！我说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让我想一想好不好？这些观众都想出来了，你都想不出来，即使有魅力也说不出来，心塞呀。你怎
不说话呀？我还在想你有什么魅力。不想了，小飞，不想了，不想了，姐不问了。真的吗，姐？不问了，不问了，就当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问过，好不好？姐，我觉得他的人生都轻松了很多呀。即使我最好的朋友也说不出来我有什么魅力。心塞呀、啊。